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今天啊，又把这个按摩仪拿出来了。很多以前我的老粉啊，都跟着买了这款按摩仪，不知道你们现在还用没用啊？如果没用的话，请拿出来。反正我到哪儿都带着它，搁在我的床上随时用。你们看，这有一个袋儿，我们开那个自驾车，时间长了，这个脖子、腰就酸累，你就可以把它挂在你坐的靠背上面，然后停车的时候啊，别开的车的时候，停车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可以打开。这是开关，看见没有？这是按摩头，它的按摩头啊，高低不平的，不是一个平面，它正好符合啊你的身体的这个曲线，贴合在你的身体上。它是多种用途啊，不是说按摩枕就只是按摩这儿哈。你比如说脖子啊、肩膀，还有腰、腿，包括我们的腹部啊、胃，都可以按摩，包括你脚掌，你用它按摩都可以的。你们看，而且呢，它这个是可以充电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下充电的地儿，就这么着，往里一插，然后这边插电源插头上就行了。用完了以后可以充电。而且呢，你看它这个外套呢是可以哈，这有一个拉锁，你看，你给它拉开，这外边这个蓝套你可以拆洗的。哎呀，特别的舒服，因为它贴合的特别的紧凑。你晚上睡觉之前，你就把它搁在脖子底下，反正我哈就很快的就能入睡，或者啊，你可以搁在头顶上按摩头，也可以，让你躺在床上顶在脑袋上面，它力度很大啊，而且它是三档调节。你看我一抱着它滚，就这胃这块儿，因为我饭量大嘛，吃的多嘛，消化它就，哈，就促进它嘛消化，然后这么一滚以后就打嗝排气。可舒服了，你看，还可以按摩腿部，就小腿肚，哎呦，就好多经络呀，啊，大腿也可以，你看肩膀也是，比如你晚上看电视的时候，你就搁在沙发那儿，你靠着它，尤其是我们的腰，是吧？坐沙发那儿，把它搁在腰上面，它就那么滚，保质期是2年。这边是开关，开，这边是力度，它有三档，我们看，一档是慢，二档。三档，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它的档位。你看这个呢，就是不用加热的。你比如说夏天，你加热不是很热吗？你就这样，它不亮，它就不热了。你看，再摁，就关了。这款按摩仪采用了人体工学的设计，高低错落的按摩头更加贴合人体的曲线。按摩头发热技术采用热敷的技术，可以将热度集中在按摩头，与按摩一起深入到痛处，实现更好的热敷体验。别看这么一个小玩意儿，挺好的，他们家是妙洁牌子的，我把它放在橱窗，视频下方也有链接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呢，您就可以买一个，是吧？对自己好点儿，多注重养生保健，提高我们的健康，才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这么多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